Ja. Ah. Nu tar vi det här två. Ta dem dit.可以啦，爸爸，我们以前都吃过啊。化冰哦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那你要去拿到那种没有踩过的地方哦，对啊，不要变成吃你。不要不要，也不能挖太下面，下面会是土。就你刚刚好。那我来吃，那我来吃。上班还是要来？沙滩玩耍。温哥华日常。在温哥华运动量比在台湾高。用推的，嗯。好啊，我可以把它全部都提到集中到一块，集中到那块。对，我们的领地。嘿嘿嘿，妈，好的话，嗯，比看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奇怪，不是看帅。哎呀！虽然抵达温哥华，然后只是第一次来到我弟家，想来介绍一下他家长什么样子。然后第一个介绍的是，刚才才铲完雪，然后这边又有黄色的施乐冰。啊，你走前面来，带领大家看一下。欸，那先看一下旁边的邻居，房子都这么小，只有竹子家，快收屋。欸，那门牌可以露吗？不行。没对啊，对啊，也不知道是哪一条路啊，没错。如果那个案子没有太多选择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客厅。儿童游戏房。儿童游戏房。Dining area。那是什么？厨房。厨房。你不觉得你家厨房很奇怪吗？是是厨房的，那很奇怪。哦，好，没有，再来，再往里面走。是厨房。你谁家有两个厨房？很多都这样啊，很多都这样，很多都是西式、中式厨房都有。是哦。莫名啊，两个冰箱，然后你看这个开四个炉子，加烤箱，然后这边五个炉子。那家烤箱那个同时开九道菜，九道菜再加两个啊，两个洗碗机。哦，对啊，这边一个洗碗机啊，这边一个洗碗机啊，疯狂哎、欸！你们都觉得很正常，我都觉得超不正常。没有啊，再介绍一下你那个沙发。我今天早上觉得超屌的。沙发。超爽。
你知道这多少钱吗？好像1000块左右。这么便宜？对啊，这是到那种1000块瑕疵品还是什么？嗯，哦。那这其实是两边中间才会。嗯，很烂。嗯，就是买两件，是吧？是哦、喔。哦，没有，我本来想到这个会不会沙发就比我那台车还贵？你不觉得很有可能吗？黄色，哎呀，有些什么？写功课的地方。儿童办公室。妈妈，那父母的答案呢？6点半呢？是啊。对，那盖楼上的是儿童游戏室，儿童工作间。哦，没有，等一下，那你先切到这间。那这间是什么？我不知道该叫什么。也还是儿童游戏间。儿童打乱间。不是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可以，关于这间比较不会吵到楼上。本来应该是听室啊。里面感觉墙有问题，应该是。是吗？有吗？还是没有？我不知道，这我就是闭室。就是本来的目的是啊，是听室。然后隔音。空对啊，这件事原本是干嘛？空房间。啊，所以这个很脏的。对啊，这是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东西？就是沙发床吗？也不是。这种也是可以插电，然后也是可以起来。高级，那就把它丢在这里。身体残障的。锅炉间，热水器。看这边铺瓷砖干嘛？可能是有可能会湿吗？哈利波特的房间。开 party 看谁需要睡这边，没有被子就睡这边了，暖。房间，就是这次来住的房间，有电视，但是这个房间不能上锁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这边每个房间都不能上。哎，对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。就为什么？好，你看一下是什么？两个艺术之间，就是一不是啊，再來是衣橱的门为什么会跟房间门是一模一样的？我想要这本来是可以通到厕所还是什么，就不是了，是衣橱。当初设计师不知道想什么，可以让人家在这房子里面迷路。那这个又是儿童，开派对的时候，太空小孩们就有一些可以下来看。哦，多几个床垫哦。对啊，都没有被子啊。那就只好让把它当被子。然后睡在锅炉室比较温暖。这个也是，上锁的厕所。对啊，厕所，然后两个洗手台，莫名，然后，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厕所还是有注重隐私。没有，只是发现它是装在那个下面啊。哦，下面压一下。我不知道，妈妈刚才示范给我看那个是在上面啊。零件不一样。哦，好。他们双洗手台就是很。到底为什么？对啊，但是到底为什么？可以一起用，那你就几乎不会同时用啊。一切讲究效率的嘛。Double sync 是很重要。有啊 ，Kevin 讲的也是啊，不知道到底为什么。好，这个是这只家的小狗，还有这个家的小猪。
这样逛一圈都十几分钟哎，目前已经九分钟了。那这些是儿童间，儿童房间。你骑的脚底这么脏、啊。哇 ，walking closet。觉得吧，衣橱都比一些香港朋友家里的房间还大。小孩子，你到底有几个小孩？两个。房间跟游戏间那么多间干嘛？是预备要升到十个。先备换。对啊，没有，现在医疗越来越发达啦，有可能到时候八代同堂。你看楼上这个房只有一个洗手台。嗯，间房是有那个 master， 其他还是两间。有两间 master， 对啊。然后其他的，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奇怪的，洗衣间。嗯，但是在二楼，为什么？这洗衣间是比我房间还大。然后再来，这间是房间，有非常多的空房间。哦，又是个 walking closet。收纳空间，哎，有被子啊？有，这不是被子、啊？对啊，终于找到了。房子太大，东西收纳空间太多的问题困扰。收一收之后，东西都会长。楼中楼，楼下客厅，哦，这是啊，这是主卧室吗？对啊，主卧室感觉哦，没有，在想说怎么主卧室感觉没有特别大，有呵呵有特别大，嗯，哇，浴缸有在用吗？很少，浴缸现在是衣架的作用，还有淋浴间，超大的花洒。已经十二分半了。哇，是主卧室的 walking closet， 爆炸大，而且女主人很尽责的把它塞满了。啊，绕一圈大概。我选大概十三分钟，好，先这样。我才忘记介绍后院，我先去后院看看。拿鞋子吗？哦，狗可以出去啊。嗯，它也可以下去。它不能出来。也是可以的。哦，后院，后院在冒烟呢，那是什么孔？热气的。说这个是冷气的室外机，这个不知道，不知道一个口碑。所以有冷气吗？这个？也不知道，好像没有用过。冷气没有用过？哦，可能有啊，我今年、哦、去年有用过一点。哦，刚刚里面有儿童游戏室，还有儿童游戏室，还有儿童游戏室，然后还有一个
户外儿童游戏室，还有户外可遮风挡雨的儿童游戏室。那边也还有哦，这边还有小儿童。我是把溜滑梯架在这个上面。哇，这是 OK， 可以再升个十二个吧。加油！